者吴婉婷台北报道，电影《轻松加愉快》号称黑龙江版大摩普拉斯，片中恶趣味横生，不止充满男女老少的怪咖骗子，骗子还彼此互骗互害。没有想到在片中饰演假和尚的徐刚就曾遇上真骗子，他自曝自己那时候穷得全身只剩100元人民币，竟还遇上骗子诈财。徐刚回忆，当时路上骗子看准他年轻人口袋浅，没工作又贪小便宜，上前推销一套只要100元的西装。他见原本要2-3千人民币的西装竟然下杀0.5折，脑波一弱，管他是不是偷来的，一口气就买下。谁知道西装一下水就成为一团破布，那套西装质地特别直，挺就是因为它是浆糊粘起来的，一碰水就全部化掉。徐刚为此崩溃，回想起来无奈笑说，简直比买到死人穿过的还惨。轻松加愉快故事背景设定在中国黑龙江，各路江湖骗子狭路相逢，互骗互害又互相取暖，独到黑色幽默让人看了好笑又心酸。内容讲述推销肥皂的骗子，逢人结缘的假和尚，到处找妈的基督徒，发课程传单的武术青年，疲无奔命的领务员，还有破布两岸又滥用权力的警察，各个面貌和蔼，但却为非作歹。谁是歹徒，谁又被害，在废墟般的城镇里，他们只好互骗互害互相伤害，人生才能轻松又愉快。该片2月2日在台上映。轻松加愉快讲述各路江湖骗子狭路相逢，互骗互害又互相取暖的故事。传影提供徐刚在轻松加愉快中饰演假和尚，传影提供。